那个叫啥？我说那个。Right there. 那老温说话有时候说一个事情，特别的真的那个样子。我练习再走一遍这个。走了。没错。右边，你再走一遍。我练习练习啊，我闺女家没走过去呢。你得知道你的鞋啊，那个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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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踩着草。哎呦哎呦！那你已经是松了身了，又在坐着。再走回来。有人撞树了，感觉。Oh my god！ 他们家在树林里怎么冲啊？你以为啊？又来一个。今天没从这儿来，今天从树林来。太过分了，他们！我想炸一下他们。哎呀，那个有蚊子，给我涂点，给我喷点东西吧。嗯。